现在部落里的大家失业啊，对，尤其年轻人，那当然就是你房子倒了，就是你自己来盖，那大家在一起互相换工的话。那是不是恁家己的厝啊？啊，这间敢你的？无，我是六号的，还不甲我嘞？还袂甲你啊？还袂了。哦，我看你做甲遐舒适，我想讲这你家己的厝。拢讲少话啊。